的人。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张茵呐，是张茵女子，你知道张茵啊？哎呀，张茵最近也是要出大事儿啊，张茵要出大事儿啊，要出大事儿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咱们战友是很有智慧的，很有智慧的，这就是不是一般的智慧啊，而且大钱啊，全都是运出来，都是数字货币，都是数字货币啊！什么年代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什么年代了？